天空更蓝。2022年以来，所有社区市全部推出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后十，蓝天白云成为河北生态底色。在河北，水域更清。滹沱河、衡水湖、坝上湿地、渤海近岸海域等生态全面向好，白洋淀区水质稳定保持在三类，成为候鸟天堂。在河北，产业更绿，坚决去，主动调，加快转，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，转变发展方式，向绿色要发展，向绿色要未来。绿色已成为河北高质量发展底色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。一个地方生态好不好，动植物是最好的见证。一个地方发展绿不绿，行动是最好的答案。河北，踏绿而行。